拜年。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这里是剑南春军营大拜年。我们军营大拜年走进墨脱，从拉萨出发，沿途为白定兵站、格桑兵站、皮康兵站还有山地步兵旅的战友们进行了慰问演出。今天我们来到了临时军分区，在这里和战友们一起过大年。陈奇，你知道吗？咱们临时军分区那可是一支英雄的部队。那当然了，他们曾经被中央军委授予了墨脱戍边模范营的荣誉称号。陈立军，你知不知道，因为不通公路，墨脱被称之为雪域孤岛。因为不通公路，我们驻守在墨脱的边防官兵们靠着铁脚板为国戍边。今年的10月31号，公路通到了墨脱县城，这让我们驻守在墨脱的官兵们可以坐着汽车进出墨脱了。但是我们的边防连队仍然没有通公路，驻守在边防连队的战友们执勤巡逻靠的还是两条腿，近的3-5天，远的要15天，风里来雨里去，英勇捍卫着祖国的边防线，在西南边陲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没错，咱们的战友们一直默默地驻守在边防线上，虽然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是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永远飘扬着他们的名字。全体集合，小心立正。当听到齐步走的口令时，左脚向前迈出约75厘米，左脚向前75厘米，沿着前进后脚的顺序，右手同时向前迈一步，前方走前行。军营的第一步是75厘米，这一点距离才走得不容易。军营的第一步是75厘米，多少青春汗滴才隆起中意。这是班长交给的定力，狂风烈日也不能留局，一字一句时刻牢记，别让班长发脾气。起步，动！1、2、3、4，军营的第一步是75厘米，想在妈妈怀里跳刚刚落地。军营的第一步是75厘米，这是我从故乡到战场的距离。情愿的本色。
会认识我，我的名字没有明星们显赫，硝烟散尽的日子你不会留心我，我的故事会被歌声淹没，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寂寞，你不熟悉我，我也还是我，假如一来到了西藏啊，感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情和真诚，也感受到了藏汉一家亲和军民鱼水情。其实在我们每个战士心里，藏族和汉族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妈妈，我们的妈妈就叫中国，对不对？阳光的日子是破暖风中，在这合家团聚的日子里，咱们的战友们还在默默地驻守在边防线上。我知道战友们一定有好多好多的心里话想要给远在家乡的妈妈说，对不对？当你默默踏上那条熟悉的路，有个影子为你摆摆渡，每当夜色来临，探出头，就让他把思念带回家。蓝天下的那个孤独的小屋，陪我一起驻守着风雨。每当夜色来临，月儿探出头，就让他把思念带回家。妈妈妈，你别牵挂，祖国祖国放心吧，儿为人民放手长大，一颗冰心在天涯。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给祖国拜一个年，向祖国问一声好，对不对？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踏上征程了。首先我请出我们军营大拜年走进墨脱小分队上场。接下来让战友们以热烈掌声请我们临时军分区杨司令。同志们，在马年春节的前夕，中央电视台军营大拜年栏目组即将踏上步步高原孤岛墨脱的征程，即带来了中央军委总部和两级军区对我们高原官兵的特殊的关心、特殊的厚爱，也必将激励着我们忠诚守边关，以捍卫一方国土，确保一方平安，促进一方发展的坚强决心，实现我们绝不把祖国的主权守旧，绝不把祖国的领土收缴的誓言。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下面我们请分区官兵向小分队敬献哈拉，并祝愿小分队一路凯歌，早日凯旋。这里战友们，我们来了！
们。7:00。哎，王工。都天黑了。哎，王工。还没发过这。原来没黄花的什么的。这危险了，我的车里就得倒回去。哎，黄花。不行了，他上不来了，我们推车也推不上来，你喊他把黄花的什么呀，喊马军。没事啊。好。你车注意点啊。我们的车上也没有水，也没有食物了。现在好了，战友们在第一时间给我们送来了黄花。战友们，你们上车，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可以出发结婚这个新娘是少数民族吗？不是。那您穿这个衣服是？门巴服饰。门巴服饰。对。那您结婚怎么会穿门巴服饰呢？我们两个老家都不在这里吧，这里没有那个家里的父母，我们驻地这里都是以门巴服为主嘛，然后他就穿的门巴服的服饰。哦，是这么回事儿。嗯、哦。
老婆嫁给我吧。你现在是你妻子的妹妹，你小姐就是你的妻子吗？我愿意，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这位先生作为您的丈夫？我愿意。昨天你来不及，明天都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昨天不要回头，明天要到白首，今天你要嫁给我。那个新娘子，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嫁给我们墨脱军人？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军人，然后正好他也在墨脱了嘛，我感觉墨脱军人特别的可爱，他们驻守在这个祖国的边防线上特别的辛苦。我能嫁给墨脱军人，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骄傲。说得太好了，欢迎你加入我们军人的行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在这里啊巧遇了我们李素芝院长和他带领的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流动医院。没错，哎，他们这到这儿来是专门为我们边防官兵还有藏族同胞巡诊的。你看我们的右前方，我们的流动医院正在为我们的战士还有老百姓巡诊。那我们就有请李院长上来。李院长，李院长，我听说您已经不是第一次走进墨脱了，是吧？是的，去年的年初啊，这个墨脱啊，没有完全开通这个道路，啊，我就带着呢，我们西藏军区总院的流动医院，来到了这个地方。李院长，那你为什么今年又要到墨脱来呢？因为这个墨脱啊，曾经被称为一个孤岛，我们很多病人呢出不去，同时呢，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又进不来，那么缺医少药的情况呢，比较严重。说是今年呢，我又带着我们的流动医院啊来到这个地方。那李院长，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流动医院是不是每年都会选择在过年的时候来到咱们边防哨所给战士巡诊？是的，但是呢又不是仅仅如此啊。我们西藏军区总院呢，那么几十年来都有利用这个所有日啊，到拉萨的附近呢进寺庙。进牧区、进营区、进学校，啊，为他们呢送送药。那么长假呢，我们流动医院要到边防哨所和边防的一些这个牧区为他们呢，那么送送药。我觉得呢，这是我们部队医院广大的军医的职责，也是我们多少年来的一个常态工作。我们通过这个体验啊，拉近了我们和广大官兵，特别是藏族同胞的这个距离，和增强了我们的友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给了广大的官兵和群众。老百姓的苦乐酸甜，报喜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恩怨，老百姓是
我们现在出发，顺着雅鲁藏布江往我们的地东前哨走，现在大概出发有2公里，大家已经觉得有点气喘了，因为这路非常的不好走，但是我们的演员都努力的坚持。陈丽娟，哎呀，我已经不行了，我们现在才走了2公里，已经喘不过气了，不过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现在已经走了好几公里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坚持，因为我举着这面红旗，因为我不能让这个红旗挡，所以它要支撑着我继续前进。前哨在你们，我们来了。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因为我们从出发到现在已经走了有2公里了。我不像小曾，小曾是带着病出来的。现在开始有一点喘，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住，为了我们前方的战友们，加油！在墨脱的边防哨所，我们还有一群无言的战友，那就是我们的罗马队。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边防哨所，我们的罗马队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前行。他们驮着我们的这些装备，驮着我们的物资，甚至驮着我们的战友，他们就是我们沉默而忠实的朋友。现在我们在山间已经行进了3.5公里，现在我们的小分队进行第一次休整，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演员们他们的状况。小曾怎么样啊？应该还能再坚持吧，但就确实有点虚。怎么样，两个小姑娘？还行吧，但是肯定能坚持下去的。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走到最后，把舞蹈带给他们的。所以这样鞋都换了呀。哎呀，没经验，刚刚走了3公里，为了拍摄好看，我就穿着那个靴子，结果脚上脚底板磨了那么大一个泡，还是我们副教导员很好，然后给我从骡子堆里边给我拿了一双胶鞋给我换上，哇，好温暖，好感动啊！谢谢我们副教。没有。我知道你们可能这个慰问分队嘛，可能准备不充分，我们这个道路嘛比较艰险，就提前了嘛，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准备。我们这次啊，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也跟我们一块走，主任怎么样？这次咱们军运大拜年节目组的姐妹们、兄弟们，能够不辞辛劳走进墨脱。走向咱们的哨所，给我们边防官兵带来了欢乐歌声，带来了精神的激励。我相信呢，我们的官兵一定能够以你们为荣，向你们学习，激励着我们更好的守卫好我们的边防，更好的是吧，忠诚的激情的干好我们的事业。谢谢。实际上，更多的我们应该向我们的边防的战友们学习，因为的确这条路非常的艰险。我们只是就是体验一下我们的官兵们在这条路上巡逻的生活，真的非常不容易。亲爱的官兵们，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向你们致敬。Oh.
小曾，好点没有？我刚刚吐完之后就好，觉得好一些了。主任，他这个现在是什么情况？他还是一个胃肠感冒，胃肠感冒已经有几天了，上吐下泻，而且都是水样的东西。这几天也没有进食，所以他体力肯定是跟不上，比较虚。正常情况不应该走，走就不应该走，知道吧？但是他坚持要去，所以肯定身体这个非常难受。我们现在啊，正好是到了我们部队的这个生产营，能不能你在我们这个生产营干脆歇一歇，就别走了，我们回来的时候来接你吧。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就接下来有骡子，我就听大家的坐骡子吧。刚还有幸好有我这个战友，我觉得他一路上一直在搀扶着我，我觉得这时候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战友情，我一定要坚持走完。没事。我们今天历尽千辛万苦，步行了5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我们地东前哨站。那么，随我们一同上来的呢，还有我们西藏军区总医院流动医院的医生们，我们过来呢是给我们战友们还有我们的老乡们送欢乐，那么我们的医生上来呢是要把健康送给我们的战友们还有我们的老乡们。南方的这日呀巴格里没人都用力咕噜当你你听起得要跌不了我给我哭的你呀都飘飘着你我哭的你是呀巴呀卡不了你这日呀巴格巴里但你故事听不了扎起扎但你故事扎起扎但你故事输给那路输我哭你落发了那方你这里要发达的输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群英是他温暖的家只因为前途走远至少把爱心放下白云飘飘、哦、带去我的爱群众绿花送我爱来回来走，少给我。哎，我们在这里碰到了我们紧急拉练的战友们，战友们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在这里为你们唱一首歌，好不好？好。慢点，这个往下，再快点。你梦想山，你不会发现我。加油，加油，兄弟们，加油！好，辛苦了，来，辛苦了，兄弟们，你们辛苦了，辛苦了。慢点。来，这个车呀，慢点，慢点，慢点。
全。我在心上默默的泪，转圈，我在嘴里笑笑嘻，我心牵着你，我梦绕着你，心牵梦绕是哪里？我们的演员们来到了咱们的格林边防连，你看，今天战友们为我们准备的是豆腐宴。为了让战友们休息一下，我们的演员们主动提出要帮厨，那么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我来加水，我来加豆子，我们一起切豆荚，我俩一起来推磨。来，走，别扶着你们。对。加油啊！豆浆啦！一定要加油、啊！一定要加油啊！啊，那要带你们吃份好吃的豆腐。这是用品，你们要配合。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无论在哪里，大家天天天啊，你都好天啊。放开哦！那个麻婆豆腐，我提议我们所有的战友还有我们所有的演员共同举杯，为我们的战友，为我们亲爱的祖国干杯，好不好？好，雄鹰飞，地上铁骑睡，高原缺氧却不缺我们的精神。海拔虽然高，追求也更高，我们的信仰在旗帜上高高飘扬。阿爸，请不要担心我，我在为你守卫圣洁的雪莲花。我最亲爱的阿爸，请不要太牵挂。祖国的大地，哪里都是我的家。我最深爱的祖国，请你放心我，这里永远盛开美丽的格桑花。我最深爱的祖国一定会记得我。
上亲爱的爸爸妈妈，新年快乐！我很荣幸在墨脱苏比模范营当兵。现在已经有五个春节没在家里面陪你们过年了。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已经长大了，作为一名鞭炮巨人，儿子一定会不辱使命。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这里给你们拜年了。我们一定会履行我们的铮铮誓言，不把主权守丢了，不把领土守小了，请祖国人民放心。我们在这里，祖国请放心，说的祝福祝福你，愿你欢迎向祖国人民拜年了。不要再牵挂祖国的大地，那里都是我的家，我最深爱的祖国，请你放心，我这里永远盛开美丽的格桑花，我最深爱的祖国一定会记得我，一个高原战士忠诚的